非常的漂亮，是先做了一个面部的诱骗，对，然后打到腹部。 看看尼古拉能不能站起来，大苗能站起来，我看运气，这是机会，肯定要继续。对，还是打脚踢，还是打脚，点部的顶膝，哇，这是现在运气主要的攻击目标，对，进攻目标非常的明确，继续打脚，漂亮，哦，尼古拉看有点往后躲了，面部已经很难受，对，有点往后躲了。 这个腹部现在一个累积伤，肯定是有影响的，所以说运气应该继续保持住。这会儿真的就是应该是青春打击，面对这一个位置了。哦，打滑，来到了，小腹部拉了，对，再一次蹬蹬，漂亮，再蹬到腹部跳膝，时间到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